定是吃的哦。不是吧？是是吃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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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因为我知道他喜欢吃这个东西。那你自己介绍一下是什么东西？东西，马上吧。这是阿米线，阿宗面线，阿宗面线，阿宗面线，还有阿宗面线。就是他喜欢吃的一些台湾的小吃吧。现在老板要他减肥，这样会太惨。我觉得没关系，其实心情愉悦最最开心最好啦，对吧？不要管他们了，对对对吧？最爱吃这两个。那我要时时提醒你，你刚刚做到的第一步就是忌口很棒。来，我们还第二个礼物就是体重机。大家真的不要吧？我个人就是没有太注重我的体重，甚至是因为三哥唱片公司老板叫我减的，我才减。看一下减多少？从开始认识三哥到现在减了20多公斤。他要求我在。他说我因为我现在72公斤，他叫我瘦到68公斤。偷脸吗？有可能吗？快了，快了，快了。对对，应该是。